那么紧接着是三文给的背景音乐。这首歌，不不，这个背景音乐呢，就是要留给各位之后的4分钟，请大家移动您的脚步去看阿谦的直播。好啦，9点56分，应该是最后一首歌了。然后呢，在这的时候，三文一样给了我一首水叮当的歌曲，那么就再勾起大家的童年吧。滴答滴，OK，好的，这首歌放完，不知道是三文神机妙算，还是因为我时间控制的刚刚好，所以
10点整，我也很想延续下去，可是，哥，因为这个 BGM，哥 BGM。就是因为这个 BGM，我们要让阿谦去开台，所以你们快去看阿谦开台吧。那么今天我们不要给梅子收尾了，我们给阿谦来收尾。阿谦，你觉得呢？